大家好，我是 HC Store 的小编，又来到我们60秒开箱企划。今天要介绍的是这款包包，我们的包包都是使用防水的布料。来看一下前面的组合袋，前面组合袋有多达6个小隔层，收纳分类非常方便。前面有个拉链袋，内部有个水壶袋，这款可以放14寸笔电，隔层是使用天鹅绒布料。背包的顶部有手机袋，可以放得下一般 5.5 寸的手机，内部是使用天鹅绒材质，不会刮伤手机。包包背后与底部都有做加厚设计，背带也有做减压的设计。那我背一下给大家看。背起来非常舒服，我们的背带的长度都可以自由调整，推荐给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